今年最成功的实境真人秀节目之一，《奶爸营业中》第一季在结束后，却不可避免迎来了拆伙这个结局。投宗康、姚元浩、炎亚纶和鬼鬼另开节目，搭档新嘉宾浩子和莎莎，延续第一季的内容继续开餐厅，录制新综艺《嗨营业中》。而杨明威则留下来继续录制《奶爸营业中》第二季，张艺雄接手当制作人。但第二季的嘉宾迟迟没有定下来，令观众们抓耳挠腮，期待不已。今日《奶爸营业中》第二季新嘉宾名单终于曝光了。据相关媒体报道，之前网传柯震东、徐若瑄并不在名单内，由杨明威搭配修杰楷、ella、王子以及宋芸桦合体开明星美发沙龙。因为张仁雄接手了第二季，他之前打造综艺《原子少年》也有份参与，他们也将会出现在节目中，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不知道明星们开发廊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你们期待哪些嘉宾出现在节目中呢？越来越期待节目的播出了。